这里是娱乐热榜男生版之任嘉伦。现在咱们看到的呢是时尚芭莎官方发布的关于任嘉伦在海边的一个长达25秒的视频，比昨天的呢稍微长了那么一丢丢，并配文说到：海边踏浪，心意似夏日雨后般晴朗，任嘉伦与海波作伴，同沙乐絮语，夏日的心语埋葬在沙滩里，焕发着迷人而持久的光彩。那有人称任嘉伦这一套海边大片好有感觉，好像海风吹来的空气都是温柔的。下面让我们来一起欣赏一下正片吧，大概有一分多钟哟。风的呼吸伴随夏日的记忆接踵而至，在香草味编织的梦中，我在听海的声音。乌云散去，梦中的身影渐渐明晰。无论那是不是你，我已私藏一份专属于你的情郎。去海边赴约这个夏天，